准桃园市长张善政市府扫内阁名单终于完整公布。我不管过去曾经跟谁共事过，一旦进到桃园市政府，就不是说谁的人或谁的人，而是桃园的人。注重能力而不是颜色，小内阁里头受到关注的有他。我想当然健康医疗应该是我的本行了哈，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我想市长大概跟我比较有默契。那至于其他的部分的话，应该由市长来安排哈。不过我想在很多科技创新的部分啊，或者是资通讯的领域，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，我想应该都不陌生了。自信侃侃而谈，桃园市准副市长王明炬目前是台大医院麻醉部主任、台大医学院教授，坦言心情有点紧张。虽然在医院有不少管理经验，但毕竟不是政治领域，还是有差。不过他也说，接受这样的肯定跟挑战，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我是有几只的、啊？不知道，很多啊。很多。喜欢收藏公仔，认真介绍。苏俊斌也是桃园准副市长，曾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长、桃园县环保局长。他说自己会全力协助张善政，别无杂念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副市长名单，值得关注的还有准秘书长詹荣峰以及准新闻处长罗楚东。张善政分别向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云林县长张立善借将。桃园新政局新气象，市民等着看新的市府有没有真正为民着想。TVBS 新闻傅定华、林志友、黄凯晶 SNG 小组桃园台北采访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